公子生的戒指还是拿自己当皇子了，奴婢知道，殿下一直都是最好的学生，你一定会很快当上那个位置。所以，也会一直在我身边的，对吗？根据林妃妃透露，太子打算求娶丞相之女。你的意思是？ 你希望我娶她？自然。奴婢调查了上官妙仪的喜好行踪。我不会娶她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我们约定好的，各取所需，互不相欠。殿下没必要做到如此。皇上，奴婢想。 威胁的是我来做吗？殿下是不是忘了，奴婢帮殿下夺嫡，殿下帮奴婢复仇，我们只是交易关系。反正我只是你的妻子，又何必在乎一个妻子的感受呢？奴婢也会记住自己的承诺，助您上位。好，你说的算。 既然如此，我就怎么样都不会放手了。